今天是大年初八，我们到了杨梅坑，要坐这种小船上鹿仔山庄。这是快艇，快艇坐九人左右吧，有不同的型号。这里的风景还是很好，原生态，都是原生态的风景海景。杨梅坑呢，它山海特别漂亮，碧水蓝天，很多婚纱摄影都在这里进行。啊，坐船到了这个，已经到了鹿嘴山庄了。这里曾经是这个电影《美人鱼》的取景的地方。这边有度假村酒店，度假村酒店。鹿嘴山庄上的一个酒店，这里还有山，在这里栈道。今天游人呢算可以，因为原来的自行车栈道在维修，只能坐快艇到鹿嘴山庄。平时呢可以骑行，自行车骑行、原栈道骑行也是。约海边路骑行也是蛮好的。这里呢，就是周星驰的电影《美人鱼》的拍摄地点——鹿嘴青螺湾。这里呢是听海、听涛、看日出、赏日落的。一个好的地点啊，这个栈道上蛮多人，站在高处才发现，原来哦，这个鹿嘴山庄这一块是很多的山，绵延起伏啊。你看这个海浪，听涛，看海浪，不一样的感觉。这个就是人鱼洞了，在美人鱼电影里面的人鱼住的地方的场景。看这个洞会不会感觉很神秘啊？这是周围的海景。这里是站在鹿嘴山庄下看海面，下面的海滩。今天是2月19日，2021年初春，有点寒冷，所以在海滩上的人少，都是在看海，没有人游泳。这是在悬崖上的餐厅，崖壁餐厅啊，聚会啊。又到了另外一个海滩，大家都趁着节假日带家人出来，休闲看海。平时工作忙，这个海滩在。入口处不远，停车场附近，还是蛮大的。杨梅坑附近有大量的民宿，也可以短时间租住。
住住这个民房很干净，平时的话呢，200块钱一天左右，周末会贵一点。如果平时要来这里玩的话，就在这里住一晚上或者几晚上还是蛮好的，也有渔民打海鲜，打鱼上来，你可以买海鲜来加工，在这里品尝海鲜，自行车沿栈道、沿海边道路骑行，是一种很休闲的旅游方式。在海边餐厅呢，现点海鲜，或者是买海鲜来加工，一面看海，一面喝着小酒，休闲。休闲的方式，这种休闲的方式是非常好的，也比较实惠。